各位台国的乡亲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啊，拄只嘛看到中社社长吼，啊，甲咱甚至来自台南，民进党本党部主委吼，郭中兄，啊，下昏呢有真重要的节目吼，伫操兵，靠兵个来练身体安尼吼。啊，总是拄只朋友有介绍吼，到社会是这两天，有郑鸿尧的一个研讨会。就是伫市洲路，来在迄个小一个科学院，要来探讨中华民国流亡台湾六十冬，啊，甲战后国际处境，国际台湾的国际处境，即就讨论杜家杨旭东医师所讲的一部分，原来是这方面的议题，啊，因为这是咱拍摄就讲吼，这个国际学术啦，吼，实际上是国际啦。之前我带迄个澳洲来迄个嘉伯教授吼，伊是研究也是台湾政治史的专家。另外论文内底呢嘛有迄个日本人吼博士生咧研究蒋经国。啊，另外加拿大来呢，伊是研究迄个外省人吼，所谓的外省人。对外来讲吼，咱即个之前毛利讲就开罗宣言啦，台湾地位啦，其实这两天到社会所办的研讨会。也是继续伫咧探讨这吼、個，因为咱即摆对听着讲一中原则，有足感慨。但咱即摆讲一中原则是北京迄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中原则，当然是感慨啦。啊，但是过去吼，为迄个1949年，一直到这个1972年吼，还是讲71啦吼，叫用赶出来，中华民国叫用赶出来来进前，迄、那个一中吼，就是中华民国的一中啊。吼，所以迄个时阵咧，北京伊是袂当交一个人国的。啊！美国所支持的一中，唯一承认的是这个台湾的政府，这个中华民国蒋介石的政府。所以咱听到一中原则的时候，其实咱嘛有一个历史的概念，就是讲啊，伊是经过了美国呢，伊的思考吼，伊参这个北京也好，伊参日本啊，参这个台北的国民党政府，所以吼，卡拉瘾，敲来敲去，啊，所以也无效啦。你蒋介石就敢若讲。要反攻大陆，哦，啊，反攻大陆的方法就是当不当叫美国爱给运输机，运输一挂武装人员，哦，一两百人为一个单位，空投大陆，啊，转来去造成迄个游击队，哦，啊，蒋介石伊讲法就相当于讲一个艾森豪总统建议，那安尼时阵哦，就可以引发人民抗暴起义了，啊，三民主义就可以统一中国，啊，你想看卖这个艾森豪，还是这后来甘乃迪？听袂落去啦，感觉讲，你讲真好吼，安尼我甲你支持这条一中原则吼，这袂久长啦，所以然后就开始拍算要踢脱，要抽脱，所以讲即摆写论文就是讲，其实呢，1950年代末期，美国就要写嘛，就要脱啊，一直拖拖到1971年才怎啊放手，所以变作阿强啊，加一个联合国，正做代表中国，迄是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，就是代表。中国唯一合法的来就是北京政府，啊，那台湾的这个叫做蒋介石的代表呢赶出去，啊，所以呢了后是一个翻转，啊，就是讲偏偏你讲一中呢，但是迄个到底是台北一中还是北京一中已经无共款啦，所以咱迄个徛伫台湾人的立场，也是讲国民党伊如果，哦，伊若是发现就讲已经无法度光复大陆的时阵，伊应该觉醒，应该认同这个土地甲人民的时阵，那安尼迄个。早一队完成迄个讲台湾民族四大族群的物件，来可惜呢，因都拖到这边的吼，一再就是坚持，还佫一个虚幻的迄个一中，因此人咧定迄个上海公报也好，也是讲后来即个什么1817公报啦，种种对咱不利的一挂公报的时阵，啊，咱要讲反对一中的时阵，美国的代表、美国的谈判讲，那你们岂不是说一中吗？啊，所以这个中华民国的代表都拢点去。所以因此，我想话这段历史，咱也知影了后，啊，1990年代的国民党，伊虽然唔敢直接讲一中原则，但是伊讲一中各表，啊，伊就是用迄、那个苏起所发明的迄、那个这92共识一中各表，所以伊虽然抽屉吼转一个方向，啊，但是伊嘛是一中啊，啊，伊是各表，就是讲你表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我表我的中华民国了哈。伊若真正我就做到安尼，咱嘛较钦佩，但实际上无影，哦。真正讲拄到阿强啊来的时候，伊就倒丢；，但是讲啊，这行出去台湾以外的时阵，伊就走不出去哦，无法度去用迄个中华民国的国号还是国旗安尼啦吼。所以才变成一个欺骗，一个麻骗的一个存在。
所以这时阵，咱嘛给他预测了哈，我们可以大胆预测，其实这种勉强的场面是撑不了多久的啦。啊，所以伫遮呢，咱嘛是一个较特别的历史经验，就是讲经过了李登辉前总统的这个转型了哈，就是要从这个中国民党派咱变成台湾国民党阿袂，吼啊，虽然讲伊迄个两国论。其实伊嘛唔是咧讲台湾共和国啊，李登辉的两国论呢，其实还是中华民国论啊。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国，虽然是安尼，但是这嘛不容易的吼，因为伊是国民党的党支书嘛。伊讲讲到二的时阵，已经推翻了以前过去国民党的一中原则啊，所以是两中。啊，那时阵，这个就是讲台湾的民主化在某种程度吼，咱有甲中华民国有一部分。来一个辩证法的结合啦，譬如讲啊，这猫熊要来的时阵，哦，啊讲这个马政府，还是讲台北市的好市长，伊总要将一挂中华民国的国旗吼，哦，弄个站长起来，好像怕触怒了那些猫熊，赶快。啊，这个时阵呢，就民进党的市议员徐嘉清逮到了，哦，他跟叫那个三立电视的 SNG 拉到现场去，你把报的，你把你把，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把这个国旗藏起来？所以呢，在这个时阵，咱就讲作为抗议，吼、哦，咱不是为着这个中华民国的国籍抗议，而是为了你这个市政府或者是马政府，竟然呢，弯曲国格，哦，欺骗人民来个抗议。所以在这里我想咱在做台湾人的运动，吼、哦，咱有相当的复杂性，吼、哦。我在这里所报道的嘛是这个意思嘛，就是无论是对苏联老先生的台湾民主论，还是后来这个一中原则的翻转，那个一中各表的这个希望性。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做这种的心得的交换，这也差不多这两天吼，教师协会在徐州路哦，大家在写论文、在探讨、在找出路的一挂内容哦，在这跟大家分享。最后呢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这个活动成功，感谢。